哎，总什么五天？嗯，就是这样的一不，第一天是不是这样是吗？第一天，啊、第一天是这样吗？第一天应该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五天呢？啊，一可能慢慢慢慢越啊。And this leg also. This leg like that now, come on. 五天了哈 ，five days 了。嗯。是那个门是吗 ？The door. 啊，那个 door 不是我的 door， 我太太推，可能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搭到那。他在上面。啊哈，他不知道，他推在那边呢。他搭到哪里？压到哪里？应该是压到乌龟这样，可能他的手这样，可能是压到变成啊弄到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、啊。那个整个搭到乌龟。嗯。给他的脚出来这样嘛，好像。对，上到。那你压到他，可能他的龟壳这样压到他的。Five days already, no, this one swollen. Very swollen. This one normal.That's swollen, yeah. Ah, just draw bigger. Yeah. Draw bigger, 5 days. Ah. Draw bigger. Yeah. 如果你要就 X 光线啊，最好了。嗯，对了，嗯。因为很难讲是什么事情啊。嗯。哦。因为要 X 光才知道有没有血在那抽这样子啊。嗯，对 ，X 光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那么你可以放。